光县，隶属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，位于湖北省西南部，恩施州的东南部，与湖南省毗邻。古称拓基、荣米、荣阳，曾是荣美丽自治所。1735年改古归流后，先后设置为克封州、克封县。县境东西长85千米，南北宽67千米，总面积2892平方千米，人口223210人，辖六乡三镇，政府驻地荣美镇。克封是八文化发祥地之一，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湘鄂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，先后被定为国家一类老区县、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，拥有国家级烈士陵园、满山红烈士陵园。